靠近，然后就赶快站起来，然后在那边。我在想说在笑什么、啊？他是因为被我发现他要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谢谢。你看有那个魔术方块，要干嘛、啊？哎呦哎、欸。对啊。呀啊！因为他现在他其实一直都有在更新，有可能是新的更新的东西。哎呦，对，只是我们还是要完成初阶的才可以去理那个东间哦。没事，安全带很安全。我被困在外面。橘子没有先看路哪边比较安全呢、啊？真是辛苦了哦。我也觉得好的侦察兵有一点辛苦，烂透了。你说增加照明数啊？我都走在前面。嗯，我看一下，还不能交易，可恶！我、哦、电钻，我那电钻还可以对敌人造成伤害哦，吓怕、哦！圣诞老托托，捡取未使用，不需要。那可以跳下去吗？哦耶！哎，这是有玻璃的。再来也是冰的哦。嗯，我觉得要不要险恶的难度挑战看看啊？钱钱会比较多、哦。改良发射，我们是那种会为了钱这种世俗的东西。可以等我一下啊，我要去厕所。好，我们会为了厕所而放弃钱吗？我们出发。可以上厕上飞机、哦？可以喝酒？哎、欸，可以喝酒了。可以了吗？好像就是喝酒才能跳舞哎、欸。不影响工作，傻瓜红油，但要一夜情特调，给我来一杯。哦，在制作，在制作了。哎，我的，我觉得是一起喝、啊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他是，我是点给大家喝、欸，哎，拜托。啊，来趁陈海不在，啊、按到了。欸、可以再一杯、欸。哇哦！ Yeah. 这杯全干了。我还丢人哎、欸，局丢你。没水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拿起来、欸。那边给陈仔，那边给陈仔。你给他拿回来，我买的，给你喝，还在那边嫌弃，啊，丢到，你笑很爽啊你，揍你，可惜现在不能拿稿，不能拿稿超棒、啊，走吧，那咱先喝特调，这里，喝哪里可以喝了？之前一直想喝都不给喝，嗯，我刚刚都喝了，喝。欸、这里直接有他买是直接给大家，这么好可以干、嗯。你按左键，按左键。我们喝完了。左键。哎、欸，我刚按到就喝了。喝。然后彩，哦、彩。哎。刚举就直接扔巧克力，超好笑。而且我刚刚买第一杯，他就直接先拿走，我付的钱。我要带他那个。还笑 ，Come on， 把呕吐袋带上去有吗？不是，你喝人家酒，还拿人家酒杯丢人家，气呼呼，不要再考，怎么还有啊？带上来啊，呕吐袋，妈的，我还想说，只有一杯，我那一杯都被拿走了。哦，气死！好累，一杯比较，等下烧的。我准备要换位置。Pull yourself together！ 我会真的地震的，吓死！这一次是，哎，这钱是什么？要找七个水痕杯子哦，然后还有我那个上面有，哎、欸，有东西，有东西在上面，找了。我想说，我没有先下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那水母直接来了、欸啊，水母会穿透啊！超多的，我先下去，先下车。然后那种有电钻啊，
可是其实水母打的不太痛，它很烦。没有那个很烦。我前面那什么、啊、好帅哦！不知道，先上去再说。水母、韵母是不是要干掉它、啊？是，应该是干掉它，应该就不会有那个小的。子弹省点用，不管啊，又有又亮。怎么那么多虫啊？一开始他死他死他死了！哇！是难度的关系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前后。然后怎么会一开始这么多虫？要死了！我护盾没了，护盾没了。他护盾，你暂时不受伤害，他就慢慢补。哦，范围变大了。哎、欸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我去挖消防了、哦。机器是干嘛？我刚没看到 NPC 说什么。不晓得，但这里就是好像帮我们照明吧。我们主要是要采七个那个。水晶，所以没有要待在这里的意思。对，要移动。走吧。先那个消食都采，然后有补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尤其是橘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挖个路上橘饼。对，我在挖。又有声音了。天哪、啊！哦，很多虫。蜘蛛声音，虫声音。我卡点了，可以帮我挖一下。是你被他们卡。对，哦，我这边重卡，哎、欸，我死了、欸。所以我说先去挖那个补血的，在移动之前。我旁边吃。还有吗？我觉得这初始地方可以再多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救命！不是，下面一堆，它是会喷东西的。对对对，我直接炸他，我直接吸附。那什么、啊，他还活着？对啊，他好像牵线了。等一下。嗯，他可能是让其他蜘蛛变强。对，牵线宝宝。他牵的是其他蜘蛛。没有补血的水晶呢？这是什么啊？哇，有一个好远。对。刚、啊、就是我们需要收集的铺路蘑菇。我刚刚收集了。等下这个难度，蜘蛛源源不绝，不减少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我还找不到回血的水晶。有啦。那里、啊。哪里？给仔仔吧，他已经快不行了。我看看啊、喔，哇、哦，好远哦、喔！啊！我死了，再见。拜拜。那、啊、你死了、欸！哇靠！好深哦、喔！哇，掉下去超深！哇！地上有没有洞？我刚刚有看到那里，因为那边下面有很多小团啊，可以。地上有一个洞。对。我就这样直接踩空。等一下，我要找位置。没事。他太陡不能用。啊、哦，可以卡到那个中间那个冰柱啊，这边可以，这边要可以用。我保护你，又来，下一波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可以用你的电钻打吗？打怪是可以啊，可是电钻的那个很有限啊，它很少，哦、子弹很少。对，电钻也是有子弹的。嗯，我以为没有。谢喽。没事，哎、欸，其实橘也可以下来，因为下面有路，我们等一下就走下面吧。哎，你不用补血、欸。下面有很多那个资源。嗯，感谢你下来看。没事。感谢你下来看。这里有可以补血的。哪里？还是补下面。地板裂开来了。你太胖了吗？什么鬼啊！你在哈喽头上哦，踩在头上哦。我感觉这难度好像不太行啊，这难度怪怪的啊，敌人也太多了。再来撑一下，我来。我们一个都还没完成，他们就一直来。我的天！路过产生气。又来了，那个炸死你们！啊，没中！别跑啊，别跑啊！去死！有，有更多，小心！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个在滚的？滚草，滚的。对。啥眼？有他，他打他肚子，他血不多。
Oh my god！ 我又要死了，我好想去吃。没事，我快陪你去了。这样这样这样，后面又来一大群，超级大群。红针。啊，小枪没子弹。哦，我挡了。你在哪？快了。那个炮塔的子弹也用完了哦，我的护盾丢出来之后，你们护盾会补比较快。哦，所以帮我们补护盾了。最近没了。我的血，大家的血，先叫那个来吧。哇，你们的血，你们两个的血都快不行了。把他叫过来，把他叫过来，这里消团踩一踩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还招不出来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，我满载了，不要浪费。这里也太扯了。哎，怎么招不出来？他不会来 吗？小帮手嘞？对啊，他不会来，不会来。啊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走回去。那这样我们的资源要怎么放进去？可能要走回去。怎么回事？是这个难度的关系吗？难道这个难度就是要自己走回去？别太过分，不能招来。先爬绳走上去。对啊，我们血量超低微。好了。谁挖我脚下？我们都往上挖的。欸，所以真的会踩到冰碎掉哦。对，下去啊，小心哦。那个，哇，那个旁边有一个洞哦。存矿都要回来这里。按叉呼叫帮助。哇，我用错枪了。这一关没有，这一关没有。所以要回家存哦。对对。太累了吧。不是难度问题，是应该是这个关卡，因为它特别就是这里可以存。哪还玩那么难的？哪一个冰面？哦哦，会不会就是我们要的？好，哦，不是，欸，它就只是亮亮的而已。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水晶杯痕是什么。哇，又来吹，又在吹了。先度过这一波吧。在天上会守护着你们。Oh my god！ 那也太多虫了吧？搞什么？救命啊！侦察兵在干着侦察兵该做的事情，加油！哦，哎，侦察兵，你旁边有血那个呢？对，那边我可以补血了。对，对啊。侦察兵，繁星怎么不见了？我已经死了。繁星恐怖啊！我踩到碎冰掉下来死掉啦，我不是有救吗？救不到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在那个我的那个线的下面而已。啊，是吗？哎，小心那个线。哎呦，他尸体在你下面。对，那个线旁边有个洞，你要小心不要踩到。啊。哦，侦察兵，你看碎了。而且我们还是得下去。哇，你这里怎么？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洞，居民要去。你们，我们来。哇，居民这么苗条啊！我没子弹嘞。稿子靠他，或是回到中间那边可以。哎，哦，回到中间。稿子伤害很弱。哎，太多了，别再来了。我们现在校团也不够再招。嗯。哦，还是要挖哦。嗯。哎呦，一堆又来了。又到99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下一回。挖死你们啊！怕了吧，怕了吧？他们畏惧。巨鸟喵，巨鸟喵。哇！挖死你们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哎。哇！乱。源源不绝，是不是？对，繁星需要你去存矿。好，好，
你刚刚应该有挖一些，有，说不定就可以够了。啊？哎、欸，换你了吗？我倒了。不是，是一个一只出来，感觉就好像不太妙。又有那个风塔。我倒了。没行的，这最好是打得过嘞。换难度嘞，等下换难度，换难度，这一定要换难度。可以，我们可以。我们，巧克力不行。我们只是侦察兵，不行，就算不行。啊，怪太多了，失败是。总要测试一次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不能再挑战了。他应该直接掉下来。嘻嘻嘻嘻嘻！哎呀，至少也是有一些经验，好吧，也是有经验。巧克力是茉莉拖回来的。不是不是，那个不知道是小帮手，那是小帮手。哦，那不是茉莉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大伙、啊，我都在这啦，真是尴尬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一定是我们这边喝啊，喝的不够多，再去点一杯，够多了，够多了。我们喝贵的。他巧克力买便宜的，难怪会什么便宜的，我买的名就是好喝的。你这是傻瓜、啊，好吗？点给你喝的啊，快喝！你拿，你拿，我不要第一个喝。猜猜先喝，猜猜傻瓜、啊。好啊，这次我们一定可以过，加油！乱丢、啊。啊！上车，上车了！乱丢！喝呀！你还倒数完了，我还没上车会怎样？丢你！受伤哦！请不要再破坏了，好吗？哦，单人模式的话，按 Ctrl 会有那个万事风哦，小帮手，对，哦，还有跳跳那个了，嗯，单人也太难了吧，我的天、啊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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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挑战级别，是猴们，是猴们，然后等一下一进去有没有？他快快依然一直来。我们连那个水晶都还没看到过。喂，不一样哎。嗯，还是很多水母。水母一直都有。雷达侦测。在对面，哎、欸，那个穿甲虫，穿甲虫，还在滚的时候不能打，要等它落地，要等它露肚子，要等它露肚子，你要露肚肚，露肚肚，做爆它，睡睡睡睡，对啊，确实感觉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对啊，整个不一样嘞。啊，中间那个也没有啦，刚刚那个在上面啊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这个就是好像里面是哎、欸，那些蓝蓝的，好像里面是。我等一下挖看挖看，挖开看看。有有有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原来，所以刚刚橘标的那个亮亮的地方是那个，就是这个。嗯。然后一样是没有茉莉，所以要他们在哪？我拉线了。哪里？上面有没有？有看到？哎呦呦呦！哦，哎，那这个你们拿，我再去挖。拿着这个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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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
哎、欸，虫又出来了，那个猜猜猜猜，我怎么觉得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怎么觉得楼上不太妙？你先丢掉，然后打怪看看。好，你应该安全了吧？安全的。OK 哈，可以。这个难度跟刚刚差太多了。再保护他。因为我爬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有吧？后背呀，我看不到了。我去挖小团啊！好。哎，哎呦哎呦，第二个第二个，挖来了！哇，这感觉一切好 peace 啊！说 peace， 我就看到后面好多虫。快走开！蘑菇也可以找一找。有，我刚刚有顺便抓了几个蘑菇。裸露蘑菇。哇，这下面好深哦。嗯。不小心摔下去就惨了。彩彩的那个照明灯有几个啊？我这个那个是橘的吗？哎、欸，那是橘的，那是橘的，不是我的。超亮的那个。那個、很亮很亮的，它的镜。那个是橘的。那有几个啊？两个吗？十五个。那它也是一个时间吗？还是会一直照？它会一个时间会不见。OK。哎、欸，嗯、啊，什么声音？其实你们也可以挖，它都是一些蓝蓝的。这上面的我挖，对，我们可以再找。在很暗的时候，其实就很明显。这个都太高，我去不了。我看到了有个地方亮亮的，应该是哪里？对，可是好高哦，我要叠上去。你可以挖冰，或者是那个利用你的，自己标记一下，往这个方向。哎，有敌袭。因为我又找到一个了，哎、欸，小心哦，敌人来喽！我挖对地方吗？我刚刚也是适时的出来，哎、欸，有那个穿甲兽、哦，再放一个，第三个，没事啊。哇哇！天哪，我被卡在这里。我在。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他有你正下正下方。哇，你好下面。你可以吗？我在帮忙射水母。哟、欸，你赶快跑！你赶快跑！我过热了，我过热了。先跑一下。那我们来，我们来了。那有血包，四个。炸死你们！我挖到一半，我刚被你多丢一个，那真的比较炸，那个 Steve 有点可怕。哇，我没挖对位置，搞半天挖错位置。没那、欸、那我挖那我挖，那个 B B B 是会爆是不是？我没有要让它爆，我冰块掉下来。他会爆吗？我好怕、啊。好，那我让他炸一下。好，你炸一下。好，刚不然丢错。我去存，存消。找到了。所以、哦。